你可能知道生蚝对男性有益，但它的好处不仅限于此。首先，生蚝富含牛磺酸、DHA 和 EPA 等智力发育所需的重要营养素。牛磺酸还有降血脂、降血压、促进胆固醇分解的作用，此外还具有独特的滋养功效。生蚝能补充体内能量储备，提高体力和脑力的活动效率。生蚝之所以被称为海洋牛奶，正是因为它含有大量的钙、铁和磷元素。生蚝中钙元素含量接近牛奶1倍，铁元素含量是牛奶的21倍，有利于强筋健骨灵在体内可以帮助钙元素的吸收。生蚝是补钙的不二选择。此外，生蚝中含有大量锌，锌可以促进荷尔蒙的分泌。生蚝还具有制酸作用，对胃酸过多或患有胃溃疡的人更有益处。生蚝中含有维生素 B12，而维生素 B12 具有活跃造血功能的作用，同时大量的铁元素对于补血也有很好的作用。它还含有多种氨基酸，可以除去体内的有毒物质。其中的氨基以磺酸又有降低血胆固醇的作用，因此可预防动脉硬化。生蚝还具有吸肤美颜的作用，生蚝中的钙使皮肤滑润，同时肤色好看，看起来特别有血色。钾可治疗皮肤干燥和粉刺，同时可以调节油脂的分泌。常吃生蚝能延年益寿，因为生蚝富含核酸，可以延缓皮肤老化，减少皱纹的形成。吃生蚝，你可以同时享受它的美味和它所带来的丰富营养。